今天我必须要用心认真的做一个好看一点的蛋糕了，给我老公外婆送过去。这几天的蛋糕做的有点太水了，我特地给他老人家烤了一个低糖版的少油少糖的蛋糕胚。奶油先打个底防滑。土鸡蛋烤出来的蛋糕胚颜色特别好看，边上挤一圈奶油。今天的水果夹心稍微丰富一点，做双拼，另外一边放了一草莓。我应该是会在街头徘徊。第二层夹心用芒果配车厘子。对你的爱，水果稍微多了一丢丢，但是老人家应该喜欢吃水果。最后一层蛋糕胚边边上可以稍微给它剪一下。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拿去冰箱冷藏半个小时。是真的满意，来把磨面的奶油打上300克，加一点颜色明显白一点，稍微给它排排气，我面的奶油还是比较细腻的。定型的差不多了。我就发现抹面也不能打得太软，不然定不了型。再换上透明刮片给它修饰一下。有没有感觉我今天的这个胚子抹得特别直啊？这个真的是没办法戴手套，只能用手了。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1到10分，你们给我今天的蛋糕打几分？不能太伤我的心了，年纪大了，心脏受不了。打包好了，先去接我儿子，他们在沙滩边玩。好，太阳快点！小关的开心吗？等会儿送蛋糕给老太吃啊。好，好看吗，外婆？哎耶，是好看，好看。哎耶，好看。哎耶，够真香。好好好，这是好好吃。好吃吧，好吃。